是双人手臂穿板，穿板球就没有假，球就没有假，但球就又摆了个二年，球就配合队友，逆克最后1-3，哇，还是逆克。这是下半场非常大的一颗分数，没有选择穿板，好动，他守住了 A 大门 ，Spike down A， 三杀落袋，而且有看到爆能器。摩卡市场第一时间过来捡包，没准四杀，赶紧的瞄准。经典说摩克是一把短炮，朱峰开启的制造人来了，短炮喷了一个，但是也没有机会去捡枪或者溜掉。TZ 直接一个板下，尼克漏枪，尼克没有能够换掉任何人。找到车站好像有捡枪的机会，枪应该就在门口。摩给一个 off angle， 但还是拿到，对面没有能够捡到任何枪器。四杀到手，六发子弹的 Smoky。换鬼魅，那知道对面是个残血，想拿 ace， 有爆血量，一把头 Smoky 也来 ace。能不能喂点假信息 ？B 大喂对面假信息，但是打中或者打 A， 黄少芳追猎之间交出，确定那边是 B 大和中，非常知道对面要打哪里。康康选择备战，正面接敌三杀，三颗头 ，B 大正一颗。又白一个 ，TZH 跟 Mokado 都有最后的希望。同样的问题，进了点爆能器捡不到。看看四杀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收获 Ace， 非常优势的位置 ，Ace 大招。哇哦！哎，开局是把后龙给混掉了，常规的穿点位。但是 Nobody 打到一个，哎，卢克没有想到，神不知鬼不觉的 Nobody 已经混到了一个通风管深处，进的有点快。但他敢带着爆能器直接走 A2 吗？看到博卡说，我要选择利用赛博球笼控制到点内，要一打多了，闪在背后，博卡有一定的操作空间，但是 Nobody 枪法正胜，二打一，广告牌战神他来了，要赢得拿五杀，已经四杀到手了。广告牌的单向烟，那这个单向烟其实 Nobody 自己也可以用，提前的穿板，两边的对穿，剑影吗？哇，一瞬间想剑影过去，时间有点紧张，战士要快点，还有六发，五杀 Nobody 结束这张地图。必通两个，必通两个，标路可以上，你慢一点，站那边回去了。精确命中，打 A 可以。对方有个站那边，这个人回来了。先锋空了，二楼，二楼的 cypher， 二楼 cypher。我开个帘子，开个帘子。加紧，加紧，加紧。可以拿个五杀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一个铁板一个。五杀了。